1985年，尤华牧师24岁开始成立锡安教会，直至30岁左右，教会全职同弟兄姊妹先至开始在每年9月1日为尤华牧师的生日预备各种庆祝活动。其中的经典场面，相信就是2003年教会全职在屯门圣殿与尤华牧师欢度的42岁生日。当时教会全职制作了一出影片，与尤华牧师欢度喜乐又温馨的生日。与此同时，也开创制作短片庆祝的先河，成为弟兄姊妹庆祝牧师生日的表达手法和形态。除了2006年圣桑山人讨论区成立，从此一个让弟兄姊妹直接表达心意的渠道就诞生了。弟兄姊妹开始以不同形式在每年尤华牧师的生日的时候表达祝贺，包括创作诗歌、拍摄短剧或制作各类影片，成为我们热切期待的盛大活动麻麻蛋。今年尤华牧师的2017年生日，礼勤科林悉心制作了一出8分48秒的影片，先以一出接近7分钟的短剧回应以及答谢尤华牧师给我们锡安剑和属灵真理的丰盛祝福。另一方面，在影片的压轴部分记录了礼勤科林在尤华牧师生日前全科林上下一心展开集体屠龙全福音计划，向神立约，祈求神的带领和帮助。由2017年7月21日至8月20日，短短一个月里面，礼勤科林总共向1060人屠龙全福音。这次庆祝尤华牧师生日的计划竟然出现了神超自然的奇妙印证和带领，数字1060镜面倒之后就是0901，正正就是9月1日尤华牧师的生日日期。另外，当我们将尤华牧师出生的年份1961年减1060，同样得出9月1日901尤华牧师的生日日期。而且将1060减91即是9月1日就会得出969，即共同信息数字96和69。这个为期一个月的计划有100多位姊妹一同参与，过程中遇过无数人物和屠龙对象，最终每一个数字以及各种人与事的巧妙安排都在神全然掌控之内，丝毫不偏差，构成礼勤科林今年送给尤华牧师一份别具意义的生日礼物。我们可以看见神参与介入整个计划的筹划以及屠龙过程，以神迹级数的掌控制造一个传奇数字，成为带着共同信息以及奇妙印证的礼物，祝贺尤华牧师生日。活着每一分喜事，常常缅念主恩惠，时日过，年年分分，从未流逝。直至见证世间千亿的转瞬万变，场景互换与交替，更深知只有上帝一句是宝贵。像雨夜神满暴雨肆意，可知真与伪？唯独我上帝紧箍的爱，永恒显瑰丽。常在我心，心真是主恩情与恩惠，愿献我一生牺牲。大家试想，尤华牧师一次生日里面竟然出现这么多印证，世上又岂有其他人
拥有咁超然级数嘅经历咧？